我也不好杀了，好，这个蜡笔其实是打的有点问题，因为我看他第一时间跑没有想到第一时间举我，这个火枪手还是比较耿直的。 他被人家举的，举那一下他死不了，他不举我甚至不想动他。他，我见过，哎，走上去直接插他，插。踩他，滚过我家黑猫！别抢人头，我的棒子。好吧，这波下路一打五，那我觉得你要能这么说，每一场都射的话，我觉得你其实打的非常好。 他开这个刀了，他不三刀死不了。这把跳，很秀，能打吗？我来了。 闪失，打跳，敌方已被摧毁，还没到，打不了，可以下一把了，师傅。 跟着炮手推塔，下一把了。需要打新手。 这个跟手速没有关系，这个是其实是个游戏技巧，就哪怕说你视野以内有防想跳后，我比如说这个斧王吧，看到没？这个是一个技巧性的操作，希望你会学到。 给你杀，给我一个暴走器。需要队友陪我几次啊？不用推动他。
本部。他们家应该是龙杀的吧？听到吗？我靠啊！大宝贝，快醒！留心吧，看来你非常。我的，咱们去后我了。固然可以。哇，他这他妈都交代，操他妈！谁呀？哇，你的枪火开大了。推这个卡，后面傻逼，五十五，那那边可能需要一个火人，或者说提前看好视野。我来了，可以打。完了，傻逼了。什么没来？他没来，什么没来？跟上，什么没来？屠夫也没来，都没来的。地下冒出来的蝙蝠。喜欢救人？没摆，兄弟。
开了吧。我不在的时候给你们换一会儿观战吧。